你好，我是渣打银行基金精选 Fund Select Team 的 Estella。 在过去这十几年，在全球货币宽松政策的低息环境之下，大围市场经历了低波幅高增长的时期，股债房地产等等的资产价格都上扬了很多年，美股更加经历了一个十年以上的牛市，令到很多投资者都轻松获利。但是2022年的投资环境非常艰难，我们看到股债相杀的情况，令到很多投资者措手不及，蒙受损失。而我们看到一个造成损失的关键因素，就是很多客户的投资组合变得单一化，只是追逐少数的资产类别，令到投资组合更加容易受到短期的市场波幅所影响。波动率一直都是对于财富增值来讲一种极具威力的隐形杀手，所以我们认为管理好下行风险和时刻保持资产组合的多元化是取得长期回报的关键因素。投资基金可以帮助客户建立比较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但是市面上有这么多款不同的基金，市场资讯又这么繁多，投资者应该怎样选择呢？很多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在渣打银行，我们有专业的基金精选 Fund Select 团队，为客户严选最优质的基金，帮助客户做定功课，节省时间，方便建立更加好的基金投资组合。我们的 Fund Select 团队里面一共有15位基金分析师，各自拥有不同的投资背景和专业知识。我们评核基金的时候会用一个叫做 3P 的框架，而这个框架由2009年开始运用，经历过时间的考验和不断的改进。三个 P 指的是 Performance、People 和 Process， 即是基金的过往表现、投资团队和投资流程。我们会从这三个角度对基金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深度分析。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网络，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大基金公司，所以我们的分析师可以直接跟基金经理对话，获取第一手资料，讨论基金组合的细节，方便我们对基金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和评核。我们的使命就是以最高的标准选出最优秀的基金，期望这些基金可以在中长线跑赢基准和同业基金，同时展出更加低的波动性。今时今日，我们的 Fund Select 基金精选平台涵盖超过50种资产类别、行业和主题，严格筛选出超过100只最优秀的基金，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选择，帮助客户的投资组合奠定稳固的基础。不如现在就趁着市场动荡之际，检视自己的投资策略，利用渣打 Fund Select 基金精选平台选择优秀的投资方案。今日就同我哋嘅客户经理了解更加多关于 Fund Select 嘅详情，为未来做好投资再出发嘅准备啦。